咋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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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黑子一直在那叫。没事儿，它有时候在动。不是，它看着什么耗子啥，它就叫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哎呀，不用害怕。你看，你看，黑子，黑子，过来，你干啥呢？黑子。啊！我操，这啥玩意儿？我去，我去。刺猬，刺猬，来吧，像个大海胆，你别过来了，你别过来了啊！我过去，这里有蚊子。你听黑子在那叫多长时间了？好久，我一直在叫。他总叫，我一开始我没寻思，我都没见过。那刚才喘气儿呢？真的，黑子，你是真顶事儿啊！来，给他放箱子里。好大、啊！那你这小白仙来了，不得住个大房子？轻轻，轻轻的。太大了！我给他整点猫粮去啊，他愿意吃猫粮。给你包围上，看看能不能让我看一眼你的小脸。我也想看。我还没见过。来，今晚你先在厕所过夜啊，再给你放两个黄瓜，有吃的有喝的。哦，操，什么玩意儿？黑子。别动，别动！我靠，又一个刺猬，这啥情况？这是家长来找孩子了吗？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！这大半夜的，这帮狗子这么叫，真是太吓人了，就感觉是外敌入侵了那种感觉。闭嘴，都不许叫了啊！哎呀妈呀，这不知道你俩啥关系啊，先团聚一下吧啊。行了啊，外面风平浪静，不下雨了，给你俩放回去了啊。哎呀哎呀哎呀，凶我还喝我呢，这家伙。给你。哎呀。哎呀。哎呀，你也太可爱了，这家伙。哎呀，小东西。行了，放你走了啊。小心一点，别再让黑子抓住了。哎呦我操，黑子。你这。你滚犊子。你那来挺快的，没事啊，没事啊，我给你俩放着，给黑子领走。有可能会咬我。哎，看看这个。哎呀，看看你。哎呀，小东西。哎呀，四仰八叉的。哎呀，走吧。哎呀，走了。